小雨，真想不到在这儿碰见你了。是啊，是丽丽啊，好久不见了。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呢？我在市立图书馆工作呢。工作怎么样？忙吗？单调一点，但不忙。你毕业后去哪儿了？我回老家了，考上公务员了。真了不起，以后多联系。